想找遍周花店门口，写今日栀子花停手，山下更远走，柳絮似梦，无意惹心动。此时的海边风满手，我当时去哪见然后车子开走，我还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 猕猴桃，脑袋不长毛的张志翰。是日月星光满身，有人想擦亮一盏灯，被点燃的心脏许下了愿望，怀中的花开盛一点，前方的路请好走些，重复一万次总该被听见。命运般的猕猴桃，念暗交从划破美梦，找不到港口。他们的意图并不是想看双色玫瑰。每个人都有一念善心，只要被启发，爱心就能被点燃。见有笑容胜天光，曾是那腰披荆斩浪，誓言沉入海底也从未忘。让所有的爱都团结在一起，让所有的爱都相互分担，因为所有的爱都只能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一件就会显得特别的沉重。所以让我们一起分担爱吧，让我们一起感受爱吧。珍惜即便无穷，心甘情愿潜入你瞳孔，发一场疯。唯有你笑容胜天光，唯愿为你披荆斩浪，誓言沉入海底会重新擦亮。是爱已弥漫不遮掩，是想念再相见。谢谢大家支持，然后我们之后活动再见，拜拜。
强。大家好，我是李学珍，欢迎对这个中国演出协会还有他的这个网络直播分会颁发的一个警示名单的问题。这个协会它是个群众组织，这个名单的诞生是怎么来的？我呼吁的是，我们在惩戒的过程当中必须依法行事，必须有法可依。这场戏当舞台吧，并肩扛这个直播公司，你出来做行业协会直播分会的秘书长，掌握着对整个行业这些主播持人的生杀一夺权。你既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为什么你直接回应每一个惩罚措施都必须有法律保障，有程序的证明才能实现结果的证明？假如你是泼了人的粪水、脏水。会不会是真的我死了才能够，或者我把心掏出来给大家看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红色的心？中国队能够，中国梦之队能够赢得这个比赛。如果中国队没有人过去的话，我再会使用复活卡复活。中国梦之队加油加油加油！没有彩排，谁也不能一眼就看到人生的出口。或许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无论如何过去，我是来自河北衡水的织界维州，我是来自天津的天老万，我是北京的曹老师。
我是来自天津的，半城来自河北，我是来自山西，我是来自北京的海哲，我是天津海哲绿奶茶去冰山分糖，这里是大家爱吃米的海哲，我是来自石家庄的小伙子，我是来自内蒙的范石官，我是来自北京的海哲，我是来自西北的甘肃平南的海哲，我是来自花花，我来自湘江，微博是小小星光四星河。我是来自重庆的海浩，非常工作。我是来自贵州的阿许小伙伴。我来自成都，我是你的海贼咸鱼咸鱼师。我是江天明的潇潇，我是来自昆明，我是贵州，我是来自贵州，我是来自云南省曲靖市磁源区的海哲魏奏光明。我是来自贵州的，我在重庆等你。我是来自湖北襄阳的海南姐姐，我是来自云南的谢谢，算是你的一名粉丝，我是河南的丫头，我是来自河南开封的我还来自广州的山西的妈妈，我来自广东的小超有点，我叫李大大哥，我来自香港的粉丝，我是海哲，祝你们春节快乐，我是关，我叫东东，来自广州，香港。为你海哲，祝你在新年品级泰来。从前呢，有一只来自江西的小朋友，这里是小北，江西台湾的海哲，来自福建厦门，我是来自福建的海哲，默默陌上花，我是江西南通的琪琪 GZZH， 我是来自河北的沙冰，我是来自安徽的海哲，叫叶文凯，来自上海，我是来自上海，来自江西扬州，我是来自上海的小小小小新，我是来自散装江苏的海哲沙袋夫人，我是大丹丹一个丹，我来自安徽芜湖，小陈你好，我是山江莫莫莫小的，我是来自白土台风大队长。非常感谢你的2020年生日愿望，但是你是我曾经见过变得很有意义，但将是我未来的不是的大号。你很好，我要为此感恩什么？很幸运，2021我遇见了我的光。感恩本剧人阳光总是很亲密，对我你是如此的善良和正直。未来无论有多长，我拥有男人，相信自己的一生海蝶，所有的奢侈都由你们从胖子带到骨肉。超级多的耐心，咱们一起积蓄力量，等相见，等重逢。我们一定会有最美好的相逢。孩子们，请你放心的向前走，我们会陪着你一起闯荡。在这个星球中，你给了我一个宇宙，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力量。心长大的人终将走过这条路，更成熟。张哲瀚，带给我永远爱光吧，珍贵。爱你所爱，注意是问题。当然，亲自一个潮汐，他把我们打成在里。祝张哲瀚先生2022年新年快乐，大吉大利，平安顺遂，万事顺意，好好生活，身体健健，品级坦途，凤凰涅槃，一切安好，天上美酒，长长久久，好好吃饭，好好锻炼，新年快乐，福如生威，我们一起在哦，我在，我永远是你的孩子，我一直在，我一直都在，就永远是你的孩子，一直会与你同在，我们永远都在，一辈子是你的孩子。